Hola, hola.因为喜欢足球，在这边强度比较大，然后节奏很快，技术比国内好很多，都可以用英语还有夹着一些西语交流。有一些球星比较熟悉，伊斯科，我也跟他在这里说待得很好，就是发展的比国内快一点。会建议他会建议来西班牙这边。